打扫环境，洽询电话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，06-2716-616或06-2716-612。洽询地点：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。敬邀菩萨参与熏习，同沾法益，共沐佛恩。配合防疫措施，参加共修，敬请佩戴口罩，量体温。蔬食好主意，美味有创意，歌菩萨阿弥陀佛。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蔬食好主意啊！曾经有人质疑啊，吃素单调落伍没营养，有这种观念的人啊，其实是落伍了。例如啊，马铃薯在我们的市场当中啊，到处都买得到啊，它们的主要成分为淀粉啊，另外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， 还有钾，还有钙，是营养价值相当高的食材，在欧洲啊被称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地的苹果。所以啊，只要均衡的摄取各种蔬菜水果啊，不但啊不用怕吃素没营养啊，还可以让全家吃得健健康康，欢欢喜喜。那今天要为大家介绍什么好吃的美食呢？让我们一起来收看下面精彩的节目吧。大家好，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这一道菜呢，叫做芥末薏仁。芥末薏仁哦，那里面有什么食材呢？我们请看这里。好，来，最主题的这个是薏仁。这是已经泡水煮过的薏仁，已经煮好了哈，沥干了。啊，这个是那个芹菜末，这个是红喜菇、蒸牛番茄，还有黑枣。哦，这就是这一道菜全部的食材。然后呢，看看这一道菜的配料，好，这个调味料，来，橄榄油，哈，芥末、香菇粉，一点点太白粉，好，加一点点水。这样就可以了，这样就可以煮出一道非常新鲜美味的啊好食材。哎，接下来我们一样啊，请到我们美食达人张师兄。哎，嗨，你好。哎，所有的菩萨阿弥陀佛，请你帮我们示范这一道。这一道是芥末薏仁，对。为什么会有芥末？就想，在平常的口味上可以做点变化啊。啊，我们最近也讲说，水果有点自制的不同。对，那薏仁就是我们其实增放养生、养生的一种食材，它就是那个四神汤的一个元素之一。对哦，非常好的哈。我们首先要起锅。好，那。加一点点橄榄油，那个薏仁嘛，薏仁看点嘛，一般都要泡水，先泡一个小时之后呢，对，再煮个25分钟，差不多，用电锅煮也可以，像煮饭这样煮就可以了，因为这样像煮饭这样煮成薏仁饭的样子哈，就那个它的营养都不会流失，泡，对，已经煮好的哈，好。小番茄，小番茄，对。这边帮我拿一个，来，我要把这个地塞给它去一下。薏仁大家都说吃薏仁对身体非常好，都我们像我们家哈，常常就薏仁哈加饭去煮也可以，非常的好，对。我们这边切小，对，切小丁哈，
蒸大丁的嘛，啊，蒸大丁小丁都可以了，你爱切多大你就切多大嘛，这不应用啊，哈，只是说因为薏仁本身就小小的嘛，啊，配起来不要说太大，因为我们还要配合那个，哎，对对对，黑枣跟那个菇哈，红喜菇，哎，好，我们要点青菜末，菜末来爆香哈，增加它的香气。多一点的话就有香气，对，这就可以好好芹菜末爆香一下。其实芹菜可以做 很多的料理，都要靠芹菜的那种香气。嗯，好，一人放下去，好，一人有一点枣，没关系啊，没关系啊，黑枣，黑枣，哎，黑枣。我们黑枣来给它切一下，哎，才不会那么大哈，所以大多它叫溶住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嗯，好，它有籽嘛，有籽要小心哦，不要把豆子啊刀切坏了哈，好，没关系的，再切一下让它，对对对，嗯，好，好，它会太少，刚解下来，好，啊。好，因为那个黑枣哈，一粒粒，对，然后它有补气嘛，对，非常好的，对，啊，对，补气作用，看，红喜菇，这个是这个包的，所以非常干净嘛，所以我们把那个蒂，嗯，切掉就可以了，嗯，这个都有的都在那个比较没有无菌室里面种的，所以它真的，哇，卫生也很好，吃了之后呢。对，好来，剥开就好了啊，快点，嗯，好，嗯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好，没有红喜菇，其他的什么菇都可以，现在菇种类太多了，你用什么菇都可以。再爆炒一下，我们要加一点点的高汤下来，让它炒不开啊，对，好，炒一点高汤。好 ，OK， 好。然后待会我们再来一个芥末酱，好看。OK， 好。中和的，中和的，非常对，对对对对对。它收汁，收汁之后呢，看我们先调一下这个，这个就是芥末，哈，芥末粉。芥末粉。当然你要买那种自己现磨的芥末那个嘛，哦，那种好干啊。哎。我们讲贵呢，几百几方细细几呢。对对对。啊，这是买现成芥末粉就可以。好。好，可以了。好。再来说一下，因为那黑枣可能会比较那味道能够哈，味道能够出来。这个都耐煮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对。好，这个非常棒。为什么加芥末剂？芥末它会有点，对，有点味道哈，味道比较特色，好，味道跟其他调味料有点特色。这样熬起来，其实在地的部分，好，非常棒啊！那先点，就是刚刚菇粉，啊，比较没有加，对，因为那个菇里面已经发比较少，所以我们还是要加一点点哈。两小时，好，你看这样的薏仁，嗯，跟那个黑枣，它的味道就非常的融合。对。对，嗯，这个味道都已经出来了，对。养生的概念，有人家都讲说就补，冬天，对，而且好慢慢的冬天。红枣、黑枣，像在中药里面，其实红枣的黑枣都算非常对，对，都算一种补哈。好，收汁在它里面融进，然后整个就是融合在这里，对，那我们是可以讲这些，因为黑枣跟红枣本来就是有它的典故，对。所以让它的释放出来它本身的甜度，跟那薏仁它就有味道，对，而且靠这些味道来衬托出来，薏仁的味道就会入味，对对对，要靠这些味道来衬托出来，薏仁就会很好吃。我要加一点点的，好，芥末。但是你要加多少？这个因人而异啊。如果你认为可以再加一点点就好了。对，啊，你在家里你爱吃看芥末多少，你喜欢加的话，你可以加多一点，让它更香。对，我那这个，好，这个吃起来这个果啊，但是就是太呛了，小孩子啊，大人对对对对对，
少林在教我们常常讲说要多少佛量、哦、真的是自己去斟酌，我们不希望说煮菜是用几瓢还是说几十，这样非常危险、哦、我们都没有勾芡，对对对，非常棒，那个薏仁就有半卡的淀粉、啊、哎，好这么简单动作、一餐的那个帮他配菜赶快呢、都可以、吃一餐就不用吃饭，那也是很好，一人就等于是主食也可以、啊、很棒，非常的棒。然后我们在这个上面会有一些好，非常棒，然后呢漂亮一点点，那我们调整一下，好，非常棒，对，放一点芹菜，对，芹菜末在上面呢、啊，撒一滴滴，啊，一滴滴撒芹菜末在上面，哎，对，是，哎，好好好，太厉害了，从那抱先过来盯他，哦，阿那个大功告成了呢，对不对？哎，好，对，很好，啊。所以做料理、就是简单做、轻松做，对，然后找这个天然的食材，对，好的调味料，不要化学的，不要防腐的，对，张总是最重健康的这个哈、推动者，这个是我觉得做饮食推广是这样，对，他能够真的是说健康的食物，是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个的芥末薏仁，你看大功告成的，好，希望有时间的话。在家里做做看，好，没问题，大家一起努力，好。芥末薏仁食材，薏仁、芹菜末、红喜菇、牛番茄、黑枣，调味料橄榄油、芥末、香菇粉、太白粉、水。做法一：薏仁先泡水一小时，放入锅中煮25分钟，再泡30分钟，即可捞出沥干备用。二：起锅加入橄榄油，加入芹菜末爆香。三：将熟薏仁放入锅中稍搅拌。四：黑枣、牛番茄切成大丁，放入锅中搅拌。五，将红喜菇撕开放入锅中，再加入少许高汤、香菇粉，小火搅拌让其收汁。六，调制芥末酱，水加芥末粉，加1-2瓢至锅中微炒后摆盘。七，撒上少许芹菜末即完成。大家好，接下来呢要为各位观众示范的另一道菜叫做日式咖喱菇排、啊、首先我们来看看它的食材有哪些呢，请看这里、啊、这个是鲍鱼菇，好，鲍鱼菇、啊、这个是、那个啊、这个咖喱粉，好、啊、这个是地瓜粉，然后这个是五香粉、红椒、青椒、高丽菜，这些很平常就可以买得到这些菜肴就可以了。好，再看这边的调味料，好，这个是香菇粉、盐，好，这个橄榄油，这个是一点糖，好，这个是酱油，一点太白粉水，这样就 OK 了，可以做出一道非常美味的料理。这一道菜我们仍然要邀请我们张师兄，嗨，师姐，嗨，我们来为我们示范这一道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日式咖喱菇排，对，很棒的一个日式料理，那做法稍微有点些小步骤啦，因为这个要稍微给它一点注味嘛，所以我们要从这个鲍鱼菇先开始，这个是我们鲍鱼菇。那因为我们希望它比较薄一点，所以我们要稍微切刀。看你的，我的，第一个我的，你的哦，嗯，就好了，来来。
对，可以稍微薄一点哈，看麦克能高哈，好。然后比较厚的，可能要稍微处理一下，怕它淹不到。对。好。安尼先做这位。没，我带来一个钱，那一般那做那会留起来哈。那就先做那个钱。稍微哈。稍微叫做十字花。对对对。而且这部分教我做的呢，你也做清真素也很好哦。都可以，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哈，而且加上那个碧笋啊、姜丝啊、红椒丝啊，那个黑胡椒，哈，黑胡椒等等，也可以。今天是走咖喱的，真的咖喱的味道的。哎，对对对，我是讲啊，你这做我的也蛮好，给讲起很好，大家听哈，大家多一点知识，不同的。啊啊！虽然讲我无伊遐高，但是哈，没啦，这煮这物件都不分高分矮，用心最重要。好，我一定在用心。好，好，我们先要把这个锅碗稍微给它腌一下，按摩一下。哎，那我们要加五香粉，啊，这是五香粉。昨天没得干哈，对啊，过来咖喱喝，咖喱咖喱的那个感觉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加一点点的酱油，每天呢，对，我们纯动量的酱油啊，让它稍微给它香一些，还要加一点点菇粉，点菇粉，这个都是调味的，让它入味，让它入味哈。好，加一点点的糖。这个都不用多，对对，糖不要太多，其实是因为多一点，特别是碱，那会更会舒服。油要，油，然后最后加一点高汤。OK， 所以你让它加一点高汤，可以当加加入味。对对对，好，加一点点高汤，不用太多。因为是要拌，我们就把它出来。对对对。那每一块都吸到它汁，对，好，这个佐料，嗯，嗯，哦，加汤呢，加红的，就把它哈，好，好，先放下，好，好，冻结，要冰结，好来，冰结，好，我来效果一下，效果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再做一点点的，好，我们要做盘底的干菜心。这个是要彻底的盘哈，没得最背的，还有哪边？啊，这有了。这应该看有点，哦，对对对，要现生吃。啊啊啊！切的很细，细丝这样切哈，慢慢切。刚才切完了，让泡一点那个冰水，会比较脆，对，去清脆的那个汤那个出来。或是干菜，或者是美生菜，都可以，只要放在盘里可以一起吃的啊。喜欢木薯呀，应该会在的。那我们旁边呢，好，准备好这个起油锅哈，起油锅，来炸这个菇排，对不对？炸的时候要加一点点，哎，地瓜粉，地瓜粉，把它铺在上面，像我们常常吃那种日式都。什么排什么排，它都是下面放一些高丽菜丝，哦，这样看起来哈，对不对？青菜一起吃会非常棒。好 ，OK。好。那要先炸。对，炸来了。我们要弄那个地瓜粉。好，地瓜。你要用干来丝。干的，干的哈 ，OK。好，炸干的哈。所以我们就一片一片。哎，对，可以。那油已经好了。油好了，油好了。好。蒸，很简单。炸哈，这个鲍鱼菇，鲍鱼菇非常好吃。那我要鲍鱼菇也可以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其他任何的菇都可以哈，都可以做成菇排。大一点点，大概中火，温度大概控制大概170。对，没有，对，这个就太大力了啊。这个用刀切纹路的话，不要切得太深。切太深就容易断掉，对不对？想坏哈。好，这个不错，青椒，哎，青椒，哎，这个其实是配色的，配色用的，哎哎哎，要切，来切丁啊，切小丁嘛，嗯，大丁、大小丁都可以哈。按等下就是咖喱加上这个丁煮咖喱酱，是不是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子哦。看这样子。切条的时候，你可以稍微切一个。切个丁啊。
哈，那油锅再注意一下啊，因为炸的是金黄色哈，一定要看看一下。金黄色要注意一下啊，好，这个小心。好，好，红椒，应该。对，煮饭呢要瞻前顾后。哎，对对哦，这个香味已经跑出来了。瞻前顾后。哎，有道理的。这个一冰放，你会跑水出来的。对，要让它多滚，让它水慢慢出来哈。好。好，这个红椒、青椒配，哦，这个颜色配起来也很漂亮。好，那像这样子来讲哈，比如说我们不用这种姜，你用其他的也可以啊。对啊，可以。看你用什么样子，你喜欢多一点颜色的，都没关系，都可以搭配嘛，对不对？哦。好，来起油锅。待会我们加一点点的。啊，那个就是橄榄油，一点橄榄油。油锅。好，然后。然后我们准备还要加一点点水。当然，没有水了，咖喱就没开啊。对，嗯。高汤，哦，我们这高汤。够了，然后加一点点的调味一下那个香菇粉。香菇粉。然后我们一点点的盐啊。OK。好。香粉也要尝一下，咖喱粉。哎，五香粉大家有看要加也可以不加也没关系，主要是咖喱粉为主哈。对，三汤匙。嗯，但是市面上咖喱有很多，那我们需要因为我们吃素的要注意看哦，它有一种里面有加什么？对对对，有一点加一些葱蒜的，要记得你不要哎，就没有注意要买到。因为我们加那个那个蒜，那个那什么，蒜头，嗯，很多有加蒜头，要注意看一下，要注意。花香气很好，非常香。然后我们关小火，关小火，我们把这几个哈放进去，再炒一下。OK。好。一般有人看那个，如果它的汁需要再勾芡，再接一点芡就可以了，一点点芡啊，不要太多。不接一点点，可能会颜色比较好看。而且会加一点点橄榄油，好，一滴滴就好了。如果这样子的话，很比较亮，好。好，然后这个炸很久啊。要把它给炸到酥。炸到酥，对。这火速再大一点。有差不多了。好，那这个就算这个切一点点芡，芡汁。哎，这个芡不要太多嘛。切一滴滴就好了，薄芡了，而不是勾很浓的芡了。好 ，OK 了。那稍微哎，对对对，有一点粘稠性的就好，才能够淋在我们的菇排上面才会有粘稠性。好 ，OK。好，这个就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对，来，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来。那如果你有那个，麻利一下也可以。哎，哦，很香。这个咖喱排。嗯。再快。嗯。哇。OK。好 ，OK， 来。淋上。把我们刚刚调好的，把它淋上来。这个咖喱香就出来了哈。嗯，哦，这个汤汁来拌饭一定很好吃。所以呢，只要想喜欢吃拌咖喱饭的话，你就汤汁放多一点，咖喱放多一点，同时可以做咖喱饭又吃咖喱汤哈。对，嗯，没办法。这个什么的。好。OK。非常香。嗯。好。好，这一道日式咖喱菇排已经完成了。最后呢，让我们来从重点来回顾一下吧。下次再见。日式咖喱菇排，食材：鲍鱼菇、咖喱粉、地瓜粉、五香粉、红椒、青椒、
高丽菜。调味料：香菇粉、盐、橄榄油、糖、酱油、太白粉水。做法：一、取鲍鱼菇斜刀切，在上挂十字花，再将五香粉、酱油、香菇粉、糖、橄榄油、高汤拌匀，鲍鱼菇放入腌制，吸汁入味。二、将高丽菜切丝，自盘当底，青红椒切小丁备用。三、取腌色好的鲍鱼菇，沾上地瓜粉入油锅，中火炸至金黄色。四、起锅放入少许橄榄油，加入高汤、盐、香菇粉、咖喱粉调味后，加入微量太白粉水勾薄芡即成汤汁，加入青红椒丁微炒。五、蘸好汁鲍鱼排摆盘，再淋上酱汁即完成。哇哦，狗狗好可爱哦，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。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，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忠心，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。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也渴望您的关怀，需要您的帮助。台湾救狗协会邀您一起护持、救护、养护流浪狗。划拨账号5001-6766，5001-6766，户名台湾救狗协会。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清明孝亲报恩盂茄宴口超度法会，恭请慧泰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，日期3月30日星期三，时间上午9点恭诵金刚经，下午2点盂茄宴口超度法会，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，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，电话0398993190，0398993190，0398988686，0398988686，宜兰大悲观音道场。疫情期间参与共修，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。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诚征义工，洽询电话0492315999，0492315999，地点南投县草屯镇振兴街70号。今天我将宣讲有关佛法的内容，说法最主要的是帮助别人，以佛法来助人，所以宣说佛法，而且为了改善自己的心，好好的实践佛法。我所宣说的佛法以易实修、易懂的方式来说比较好，注意较大，因此我以简单的方式来说明如何实践佛法。请问仁波切，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要如何解决？仁波切回答：我们多多关照自己的内心，怀着什么样的心来面对现实的困难，才能得到幸福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以我之见，生而为人，我们应想尽办法做一个好人。内心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？
最主要的是修行人，一定要做一个善良的人，要有利益其他众生的心，透过善良的心，就可以走上幸福的大道。